我想要战术性捕鱼，去捕一下。往前，然后好他们会痛！怕鱼，咦，他们怕你。那这是边僵好像水不够，抓不到。尸起来了。又有僵尸哎！我有翻。你刚好砍到一个鱼，被我吸走了。呵呵，哦，谁打我？更多僵尸。臭僵尸！Creeper，狐狸跑哪里？刚在后面爆炸了，还炸出岩浆青坑，金石，小心。岩浆坑。你后面僵尸，好烦呢，这边真的很会生僵尸，到底是哪来的？你会怕人哦？鱼会怕人呢、啊？你不知道，刚刚我过去的时候，它拼命在那边躲，好可爱。对啊，我躲起来了，洞口，躲起咦，来。是你哦，嗯，把洞给娃娃堵起体。来。哎，娃娃体。怎么了？死掉了！你看那个信息是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只是挖个地矿。这边还有一块。有鱼诶，去把鱼吓走。骨粉。为什么鱼会有骨粉？对，为什么会捡到骨粉？为啥？喂，我要战术性补。哦，有了，哦，原来是这你个战术看，鲑鱼桶，耶！我拿到鲑鱼桶了，那这就是战术性能捕鱼。再鲑。对啊，然后我就可以在家中放鲑鱼了。我去拿一点龙眼。啊，我有一个浓烟筒，还有一个鲑鱼筒，继续鲑鱼筒。咦咦，水呢？你在干嘛？在杀鱼哦、我喔。哦，再修整一对下生呗。鲑鱼，对生鲑鱼，我拿到11只生鲑鱼，我天啊！12只。搞不好就是有这个瀑布才那么多鱼的。好像是。因为库里帕在，两只库里帕在我的蘑菇房里面，真的哦，坑，坑啊！不要那你么过蘑分。菇房太大了，所以可恶。部分哦，烧完。哎、欸，长出来了，太好了！哦，来啊，来帮忙挖大蘑菇，等快一点！下，吃吃吃，好吃！你在哪里？就我偷一条鲑鱼就跑了，你看，总算长出来了。哦，来挖吧。好的。哎，斧头是秒破，有东西吗？嗯，哎、有，斧头一敲就爆了，哎，好快哦！哦，原来斧头这么神用，没了，几个蘑菇啊？我这边9个，再种一个上去，然后把它打掉，这边来做蘑菇啊。安三元，可以切成什么？看不到。哦，抛光安三眼，长出来了，这是几率的吗？我弄3个骨粉才变大蘑菇，好坑哦！